我计算过你们的生存几率约为32.33333%，当然后面是无限循环。拜托，再考虑一下，你们不需要启动那个东西。太残暴了，但是我想应该足以完成任务了。看他们谁还敢取笑我的名字。我可没工夫在这端坐着等你们使用那东西。只会让全人类更加水深火热。别以为我会眼睁睁看着你们一个个逃脱。我来解决他。如果一定要使用暴力，我也不会退缩。你们的存活人数高于我的模型预测值。这很快就会结束了。你们反抗的同时，死亡也步步逼近。我还是自己来处理吧。或许你们稍微离自由近了一步，但我不会，也不能让你们得到自由。能够进一步证实这个研究和它的副产品对这世界来说太危险了。接受死亡吧。把这钥匙拿走吧，我还来得及阻止你们。威廉，我们必须为这段可怕的故事画下句号。
刃还是比我厉害。想要了结，这一切就简单多了。刚刚差点就完蛋，你们的生命都会像这样结束。上路一起坚守这里，停止抵抗。我以为这就是胜利，不过就是自私罢了。亲手弥补这一切。如果有，我一定找到。我本来就占据上风，现在更有信心了。我很惊讶你们竟然能够来到这里。我得修订策略才行。上我的忙，只是谢谢你。释放治疗喷雾，这对我来说太惊险了。真的让人应该停手。做任何事态，我现在具备了成功所必要的一切。别再反抗了，也许这就是了。
所料。结局不出我所料。